叫导游去飞，很多事情，很多事情都需要由你来承担，这都是跟上帝的约定。我发愿呢，要更积极的来投入社区的邻里爱赏，对内呢做法亲关怀，对外接引会众，让整个社区呢能够凝聚更多爱与善的力量。那今年呢，在我们和和互协的努力之下呢，人间菩萨大招生将会有十二代，还有灰天变蓝天，有十二位呢会来参加明年的培训。好，那我们会好好的陪伴他们。熏法香听到上人用哽咽的声音开示着说，背负约贺，在肩约旦，读诵释经者，则为如来所负荷所承担。如来的家业何其重，我们的持戒人要肩负起天下的汨罗。上人的开示如当头棒喝，把我打醒。我于是提起勇气，开始承担干部，从协力组长一路到现在。我感谢这一路以来，我们的资深师姐一路的陪伴，拉着我，教导我，让我有学习的机会。我也会将这份的精神传承下去，更用心的关怀法亲家人，并接引更多的菩萨来做慈济，让慈济的法髓能够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。阿姨，爷爷感动，阿妈让我真安心、舒服，最期待哈，这是爱代代相传呐。阿尼呢？菩萨救星啊，在一旦讲吼，源源不断呐、啊，源源不断来，这是真重要。啊，但是呢，咱陪伴传人呐、啊，还是呢，爱继续，要有增无减，唔是加一个退一个，唔是。是加一个呢，搁加一个，啊，会当一生无量，这是咱的慧命，慧命爱成就。弟子谨记上人的开示，我们不断的举办联谊茶会，这品书会，借活动来爱洒人间菩萨大招生，今年接引两位十二代。五位的社区志工啊，虽然人数不多啊，弟子深信啊，一生无量，无量一生啊，并以身作则啊，以诚以勤啊，带领队员勤精进啊，一起组队核心耕福田，来利益人间，造福人情啊。弟子也在此发愿，我要落实在社区里面，所以。我即使我没有去做核心队长，我要回归来做协力队长。我慢慢将所有人把挖掘出来哦，让人人有事做，事事有人做，让在社区里面哦，让充满着就是爱的循环哈。那我也愿说做一个掘金者哈，就跟挖泉水一样，让菩萨一直从地涌出，让我们社区大家的一个善的，就是做个良好的规范。听到了。骨折是啊，结晶的，人总是爱一滴骨一滴骨，骨到吼涌泉出现啦，泉水出现啦，人啊，个这个泉水呢，是有着着真正的水层膜。真正有钓到水蚤无？水蚤呢？有时阵一顶过一顶，有诶有水，但是呢，水有感染，所以咱必定爱滴滴骨，骨骨水无感染，即咱来用智慧。但是呢，感染啦，咱发现着，
啊，就是爱赶紧用净化、净完啦去改净化。所以吼、哦，要弘法利生，好事、好话，咱都爱多甲人、甲人分享，啊，都甲大家人靠每一个人啊，拢知影师父咧讲，菩萨爱招生哦。啊，要用什么去招啦？就是爱甲讲，实际有遮个代志，遮个代志，咱伫咧进行，咱伫咧做。啊，遮个代志要去倒位栽？师父已经甲恁铺路铺排甲真好势。只爱恁呢，逐天花一寡时间，看大爱，大爱的心怀，国际的报道。所以说、哦、这都叫做天下事。我很感恩大爱的节目啦，或者是呢新闻报道啦，都很有水准，很有品质，很有国际的信息。所以我们应该大爱是我们的，我们都要看师父四大志业，祖先啊，这是咱大家人拢爱去做的代志。慈善啊，医疗呢，咱专业的医生，哪怕因已经呢当博士啦，做医师啦，他们还要呢再进修，因为呢时代不同。因嘛，爱甲少年的同齐去，一直求，进求上善，这都是人有好未关键的真的道路。所以咱还是呢，爱好好用心发，这个发啊是永恒的，而且呢。要度因咱吼，是生生世世度因咱，唔通行偏差的路。咱拢定啊听经吼，会当了解，那就是因劫，劫都是真长久，生生世世，迄、那个因缘唔通去互偏去，这呢就是菩萨。菩萨伴侣，这大家人有伴，那生生世世如来呢，咱接触到的菩萨如侪。看看慈济人，您大家人接触慈济人不是很多吗？咱若无入来组织，就是咱的家庭，这血亲，咱走入来组织。叫做发亲，血亲呢啊，囝几个，孙几个，可以呢，一两三四五，那各个加一个手起来，哦，到底要变几个手，总是有限。但是呢，发亲呐，发亲是无量数，很多。一生无量啊，这叫做法亲，这就是菩萨。咱来生生世世，甲这个法亲呢结缘，咱真有福。佛法呢，咱吸入未少，咱的菩萨多呢，咱也行得真踏实哈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讲。咱的发心真开阔，真多啦。咱这个时阵伫遮，就有遮侪人，何况讲吼，在云端随时的，云端随时，师傅行到倒位，因对到倒位啦。这都是呢，咱的发心啊，所以要真感恩吼，啊要珍惜，珍惜吼。希望大家人爱勤精进，唔是干那听
咱还是呢，爱争取工作来做。你有做，才有感受到，才真正有体会。意思就是讲，咱的心地才有抱着经济。咱若拢无做，同款，咱的心地嘛是空空啦。哪怕你一定受尽，所以呢，咱家己爱做，家己呢，把咱的生命中的心地啦、心地啦，爱多步精进，吼、哦，这才有法度，咱的生命、慧命的延续。